个人都是抖音魂哦。我以为很少人知道这首歌，怎么会？发烧货啊！你屁话！而且你们穿，我想看你们穿高跟鞋跳。我等一下救护车先叫好。慢点，水哥，他自己好吗？发烧货！哎，我觉得你好像被弄坏掉哦。两位听众开动。等下拐到，嘿嘿嘿，这样就是这样。凯凯来一下，凯凯来一下，来来，听好听好，还要左右摇摆，嘿，哈哈哈哈，篮球都是客，脚有问题是不是？哎，不对，凯凯，你蛮重的呢，哈哈哈哈。哇，哎，小明哥，小明哥，还有什么？小，这样你不这样跳吗？你不这样跳，你不跳。哎，现在欢迎来到我们女神降临的自嗨时间。对，他们现在自嗨时间一样啊、哦！我跟你讲，虽然他们在自嗨，但是通常哈、哦、笑点就是出在这个时候，所以相机一样不要放下来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经典的爆点出现哦。身上的孩子都没有穿裤子，不会，我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身上的孩子，每日一生计，黄河入海流。巨头西比路保利达蛮牛，不会，我也是抖音的孩子。那个抖音一响，父母白养。